你念念心中里面那个酝酿，念念在决心体上那个那个念念的回光，那个就是什么？那个就是你们常常读的地藏经讲的婆罗门女，地藏菩萨的前身，大愿的前身。那一念至诚恳切，在你心底深处的念念的酝酿，念念的发心，那是婆罗门女，那是在犯恨之上一念念看到你。 如同女德一般的逆逆的运量运化，那是婆罗门女。你逆逆之间要去观的是什么？觉华定自在王。你逆逆心中要提醒的是觉华定自在王，要起如是名，要称如是名。你要一日一夜如是修，日者就是心中大明处，夜者就是你在感受前前现前的暧昧处。 你明白那个一日，就是你在感受之中，你要知道有个大名觉名，那是日，所以觉名之中，你就能担当现前感受之中似乎感觉的种种遮覆，那是夜。一日一夜迟，迟到什么程度？迟到你知节皆损。什么叫知节皆损？过去所有的一切凡情造作，你知节皆损。 直到你能够心里面念念之间已然知道那个佛名那个作用，就如同空中深曰：“我是如所瞻礼者，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时。”所以你能够在明白如是决心时，心中若是熟识，你看的是什么？看的还是感受之中的过去的种种呈现过去感受当中的呈现就是什么？就是三毒夜海。 但是因为你念念之间称念的是觉华定自在王，也就是你决心之中的觉华定那个自在王，心中若是熟识，你会发现在你心底深处，过去在三毒业海贪嗔痴中都是什么？都是毒，都是流转，都是业感。 可是因为你明白如是绝食，你再看如是过去的贪嗔吃如是三毒食，你发现你潜在意识里面就一个念念之间，它能够为你化如是毒的大觉心体的根本的性德作用在为你牵引。你再看感受，那它确实不是过去的流转。你再看一切过去的业感，它就不是过去那种沉沦的牵流。那那种智慧是谁？那种智慧叫无毒。 他在带领你看三毒夜海。当你能够最初明白如是三毒夜海时，也是最初称念佛名，看到如是三毒夜海时，无毒是谁？是你最初的信心之手，那是成就实性之手，那也叫财手菩萨。最初心中开始的贯穿，念念回光照见心底的富足，那是财手。 过去你在感受之中都是感受之中的流浪酝酿，但是你现在因为你看到三毒夜海的无毒时，那过去的流浪跟酝酿，你将来会发现你能觉得种种差别三毒处那种流浪酝酿酝酿处，不管是贪是嗔是痴，种种差别处，其实绝贪绝嗔绝痴都是根本心中的一如。 绝贪时是绝，绝嗔时是绝，绝痴时是绝，都是一如。所以在一如之中，你能够看到业中的种种呈现；你能够在一如之中看到业中的呈现，你就再也不是业感。那个叫什么字吗？乳母已然升天三日，就你整个过去的凡胎肉骨凡胎，那母体全脱。 那才是真报母恩。你要母体全托时，你历劫以来在红尘之中，与你曾经有过父母之情，那全部都能够得解，他都会为他种下将来心中能够正得如是大觉的功德，那是真正报四重恩。你在心中先能够托如是母体，能够救如是母体，为什么升天三日？什么三日？就是刚刚讲的体相用。 大照现前，那为什么是升天？天者一大，就是你一如能够成就的一切差别，一者就是一如，大者就是能入差别，一大者天生天，也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将来在每一个感受中，你在看感受，虽然你现在不叫做全正，不叫做满正。 但是你在看手，看感受时，你已经能够体会出一切差别感受。你当下现前时，你已经知道它根本就是一如的呈现，差别的差别不灭不昧，但是你知道它就是一如，那才是直下的担当，那是你大愿的前身。所以你诵《地藏经》，不是修心人你也送不了，他在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 你只知道地藏功德宏伟，那他他就你就会觉得又应该也会怀疑吧？他怎么都你都都不来救你呢？那现在也不来救我了。一天到晚念地藏地藏地藏，他们不能从来不理我。不是地藏不肯理你，是你发不发地藏的决心嘛？你要不发如是行者的绝招。 你不如是如闻如是实相实实意，如文中经文中的实意，念念贯穿时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亲亲自去顶礼地藏？那是看到你心性之中的地藏的大愿现前。你刚开始的大愿是分身，将来你看到那分身处就是你的现在的法身地藏，然后为你现前。所以内念心赤诚恳切。 所以叫做什么？南方清洁之地，南方者下行处，清洁之地，为你造作堪视，为菩萨造作堪视。堪是一个合合合的合，一个龙合龙为堪，就是能够什么？在一切法中能和如是行云，能和如是行步，大觉行步就是堪视。 这个你们都读过《地藏经》嘛，对吧 <coughs>？南方世界永相云。那每次读《地藏经》，叠到后面这些赞词的时候、祭子的时候，“南方世界永相云”，你就在幻想南方世界能够永那个相云，关你什么事？你要看到你心底心深处的南方，你要看到你根本念念之间的不断的宣习。 不断的在上面不断的成就，是香；念念的酝酿，念念的广布，是云。你不如是参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打破尘埃呀、啊？你不如是参，明明是觉，你却躲在感受的尘埃之中，因为你不熟如是参故，所以尘埃永远不断，怎么可能断呢？ 你要明白，如是绝时，你也不必断尘埃，全全体尘埃，全体是绝，那才有回家之时，归家之时，那才叫什么？才叫乳母已然升天三日，你才能看到一大，你才能够登在一大，一大者天，你才是真正的母体在改变。你现在凡胎之中，肉身之上，母体若变。 也是刚刚讲的，你才能够报尽母恩。所以，无量劫来与你为父母母子者，为父子者，你都能够一时报尽。不然，不是如此，那六祖就就不就是一个不孝之人。就是因为是如此，六祖才是真正报答母亲之人。那母亲有病，那谁能够让母亲生生世世不再更病？ 只有六祖，你就算守在母亲病榻之前，你也不能够什么，你也不能够为他解除他将来生生世世流转在六道三途种种病苦。所以世间孝道不见是就近，初始间的孝道，他才能够成就世间。 他在世间之中一定能成就。那你说，师傅你怎么知道六祖他叫一定能够报母恩呢？你不知道世间上都是缘生缘灭吗？既然如此，在如是因缘之中，那都是你过去的业感成就啊。所以你的业感成就处，你要是能够改变如是缘，那所有的一些业感成就那些一些缘，就如你如你同变。 所以我常讲一个譬喻，就譬如像那个染缸之中，大染缸中，你要调色，那调色那个染缸就在旋转，因为它会旋旋转型，因为在,在旋转的颜色里面，你要怎么调？你只要一滴颜色滴在中间，随它的旋转你会发现，它就开始晕亮，晕亮，然后整个就变了颜色，只要一滴，这么大的圆体的染缸。 过去红尘中的染缸，你只要一滴的道心，心中的清净色彩滴在其间，你所有的这个染缸，这个染缸就是什么？无始皆来，亲缘眷属都随你转。所以这才会想到什么？一人得道，九族升天，不是虚妄啊。你今生之中，如果是真的，你家里面有人，不管你兄弟姊妹有一个人，如果是真正得到。 将来你突然会发现，在你心里深处就会有一个道心的种子现前。何以故？因为曾经与如是法有甚深因缘故。所以这都是叫你下手处，才是真正让你要要行者懂得，在于今生今世，你应该要有肩担的责任处。 简单的责任出。